支持我的歌迷朋友，真的要谢谢大家，喜欢这一次的专辑，因为自己也很喜欢这张专辑里面的很多抒情的歌曲，然后看到像 KK 啊这些数位的这些榜单，就知道说啊，其实，王心凌的慢歌其实也是可以唱入大家的心里面，然后我会继续往这个方向加油，请大家欢迎这个 KK Box 的业务暨行销协理，我们的 Philip。施宜良先生要来恭喜王心凌，他的歌曲呢在这个 KKBOX 的单日当单曲榜呢得到了冠军之外呢，在我们的专辑榜成绩也非常的好，谢谢这个，还是要非常谢谢这个 Philip 呢，特别代表 KKBOX 来送上对于王心凌的祝福，谢谢 Philip， 谢谢你，谢谢。我觉得这是女明星的宿命，就是为了要漂亮永远都要爱睡呀，老体睡但是我觉得很感谢老天爷了，就是没有下雨了。昨天还在下雨的时候，然后很紧张，就搭了棚，因为就很担心他们，因为这边空地就没有地方遮雨，所以搭了棚。那现在还好，就几乎是没有下雨了。然后我觉得还可以，刚才就是在台上，还蛮适应温度的，看到大家很开心。对，我之前已经咳到我的同事早上打电话给我，因为他怕我就是吃那个药太昏没有起来。然后他真的以为，他说他真的以为他打错电话，然后不然就是为什么会我的电话会是一个男生接的这样。然后他在听了两下之后，那个语气他知道那个是我，就是我的声音已经那时候咳到快变男生的声音了。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，讲话讲声音就飞到就飞到，然后变滴滴哑哑的。我同事也那时候在录那个 VCR 的那个的时候也是，我也是讲话讲就突然就哑了。然后咳到我自己都说我的腹肌快出来了，甚至人鱼线都要跑出来了。然后但是 OK， 就是连续吃的两个礼拜的西药，我从来没有这么乖的吃西药过。因为我们要唱歌，然后这次又是抒情慢歌作为主打，所以我觉得要把歌唱好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所以我就已经吃到我吃东西都没有味道，嘴巴都一直是苦苦的。终于就好了，现在好了，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。这么冷情况下，像今天这件衣服啊，就完全无法。像有一些那种毛料的衣服，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偷偷加暖暖包啊，然后或者是现在有那种背心式的，或者是 T 恤式的保暖衣。可是我这衣服又薄，然后又要把背露出来，完全什么都藏不了，所以就是只能让自己适应一下温度，然后赶快跳舞，然后让身体热起来，就只能这样。这就是女明星爱漂亮的宿命，这也是为了这个明天的版面漂亮，所以就拜托大家啦。我觉得女生还是比较喜欢贴心情人吧，然后那个贴心情人偶尔可以让我们女生撒娇一下，任性一下，就会觉得相处起来是很舒服的。对啊，很感谢所有的歌迷朋友，然后跟所有的媒体大哥大姐、弟弟妹妹们，现在已经有弟弟妹妹了，有没有？谢谢你们的帮助，然后谢谢所有歌迷的支持，然后很开心这一次的改变，然后大家是喜欢的，因为我也很喜欢，谢谢大家。在2013年1月4号，大家说爱你一生一世的那一天，王心凌有爱不爱的 Live 演唱会，在台北的 Legacy， 然后这个是。我要前进，明年要前进小巨蛋的一个暖身，然后也是这张专辑《爱不爱》的一个总结。前两天我们才刚开完，1月4号 Live 演唱会的这个会有不一样的表演方式，所以请大家赶快到年代售票系统或者是各大便利商店赶快抢票哦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